果落了一败涂地。有些人永远在冲击，却只差一步距离。问世间什么最美丽，爱情绝对是个奇迹。我明白会有一个心在远方等我靠近。我要找到你，不管南北东西，直觉会给我指引。若是爱上你，别问什么原因，第一眼就能够认出你。我要找到你，喊出你的名字，打开幸福的盒子，让我找到你，就从那一刻起，一开始一路走一辈子。一路走一辈子。